很多人都是失去了之后才知道珍惜。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家里不需要你挣钱，你把测验上看好就行了，谁让你去跑滴滴的。今天不是警察给我打电话，我还不知道。我跟你说话讲不停，如果再做出什么事儿，我跟你没完。夏夏去上学了，就我一个人在家里闲得慌，我就想出去转转，不是为了挣钱。不是挣钱，不是挣钱，你为什么今天放学不去接小小？我希望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江不停，你要缺钱花，你跟我说，咱家里不缺那点钱。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出去不是为了挣钱，我就是一个人在家里待久了，闷得慌。小小，妈妈好想你。小小，原本我是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的，我没有好好珍惜，我后悔了。和我一样，这座村庄也曾经历了无数的繁华，而现在却如此的落魄。我对眼前不再抱有任何幻想，或许这一切都是上天对我的惩罚。